能戳到我吗？断 Q 了，同时站着嘛，但是我 A 出来了，用炮车吧，我感觉补进战兵的炮车要漏了。我他妈电刑牛头！我已经让全世界的人都疯了。在这草里，你自己看情况吧。哪来的双大宝？棒女死了一波。我感觉要卡六级单杀了，嗯，上路六了，中路也快了。好小的一只鱼，放我去打个河蟹吧，差点钱。
你想好了？你他妈跑真快！啊！这我躲不了破绽，这破地方。完了，给机会了，被龙王收集了，没地方躲破绽了，我的破绽无处可藏啊！我想拉到墙角，拉不到了，就直接被打出来。哎，他直接升六级了，这人马真烦人呐！好像打不过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他在干嘛？ Enemy double kill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剑姬不怕，他零杠四，主要是这个龙王这英雄，他好像打团有点厉害。全打你腰子上啊！好标啊，刚好把这个剑姬标死了。很关键，我把这塔拆了吧。这塔好像拆不掉，I'm gonna go.
走了，龙王要来，直接回吧。速战速决，我这个两件套以后打团没那么好打，我只能带线对吧？打团有点弱呢。我推完上二，我转下路去了。不过他们龙王好像没那么厉害，应该还好。来个眼，很亏呀，我950块呢。那个锤石我不加 W 好像他死不了，我没死，砍线还没了，坏了。很亏呀，很亏呀。不好打团了，说实话有点。我来打这个人马，他出个大影魔刀，我们这边打不动，十二级的。
好痛啊！我这波 W 有点乱放。然后顶到那个龙王的 E 里面去了。哎呦我操！坏，感觉经济劣势了。得开龙王，不开龙王团战他妈打不赢啊！他妈开锤石没有用。我还以为这有处理不了人嘛，还是能打，还是能打死我的，还可以。这塔应该拆不了，撤了吧。那队友四四，我感觉他们打不过呀。那如果我去带线的话，队友四四应该打不过，这对面就这么德古两件多。虽然我们这边也是两件，但我感觉不是对手，这怎么办？我就带下路，那带下路队友也打不了大了。拖几个人啊，队友在打。简直是掉线了吗？关键的时候。那出个大影魔刀，我打得很痛的。不是啊，剑姬怎么突然那么搁那不动了？倒是不让顶一下他，牛头，对，你帮我二连一下他，为什么你不二连？
我太脆了。完。啊，你要买中亚是吧？哦，可能他不想打辅助啊。哎，我们打辅助其实挺快的，那人马还没大的，我都要死了，他都不帮我连一下。控龙吧，控龙吧也行啊，但是还得再拖一条，太慢了。没有塔可以拆了。赶紧一波了吧，再拖。好像一波不了。刚好脸上一个破身，我操，我这么咳血开不出来。这人马胆子真大，这敢凹我的。哎，刚好脸上一个破身，剑姬一个平 A 就把我 A 死了，非常的不巧啊。大招，白天还剩三个人吧，小心 W 杀掉。拆不掉，拆不掉，算了算了算了。
噼啪啦什么声音啊？一拳打死 AD， OK， 那我等下 W 闪他。那就剩个 AD 了，我这轮不到我，我排的比较厚啊。他们直接点了。轮不到我啊，这怎么轮得到我呢？